拒绝这种做法。这样子要还评，要还评，抱歉，要还评。你刚刚讲说已经超过五公顷了吗？合计超过6.5。对啊，那你到底要不要还评？你刚才讲的说拆开来就不还评嘛，那我拒绝这种做法。总工程是说要还你，他刚刚讲的是说不还你吗？是个别独立还你吗？哪边超过多少才要，哪边超过多少才要嘛？那就在规避法，规避那个五公顷的规定嘛。因为现在每一个开发的单元，它确实你就是拆开来嘛。这个对，对我们住民来讲，拆开来是不对的嘛。对我们住民来讲，拆开来是不对，这是一个整体的嘛。你为什么把它拆开来？就是要规避还评嘛。要求开发公司要整体开发，自己对我们住民来讲，这是一个整体，6.多公顷，不是低于5公顷，不要搞错了，不要搞错了。你拆开来都不对居民影响吗？哦，这一块没有超过5公顷，不要，那一块不要，哎，对不起，哎，加起来超过5公顷，要啊。听懂没有？这是住民的需求。听懂了没有？不懂再 repeat 的。要看得到你大家会送。这是一整块啊，对住现有的住民来讲，这是一整块的5公顷以上啊。你为什么把它拆开来呢？拆开来对我们来讲就不是5公顷以上了吗？这对吗？谁可以回答我？对或错？错！我们请郝市长出来说明，好不好？好。市长在左边的部分，好不好？好。请注意，这整块是对我们的著名的冲击啊，不是切块来一块一块。3分钟到了。好，不好意思哈，你3分钟到了吗？到了，按2次。谢谢，那不好意思，刚刚这位先生，黑外套这位先生是不是要发言？刚刚有举手，好，来，抱歉，这边请，刚刚等一下，不好意思。